多人，甚至于上设施武器都被人家拿去了，也是这个春节在一起难分了。这是对我们这个军队啊一次很严重的政治考验，我们这个考试合格，不伤亡这么一些人呐、啊。如果那个时候的我们拿坦克压下去啊，这个我得会引起全国的是非不清。所以我要感谢那些这个解放军指导人员们，他这样的态度来对待。尽管是生死事实，令人痛心的，但是啊，这个应可以应对人。